往金甲的路上漂流，维多利亚尼罗河。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那些队友，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但是我现在旁边有三个人。We're going rafting on the Nile. Yes, yeah. 前往世界上最长河流尼罗河的源头漂流，先去报名参加的路上，穿过白尼罗河的原始丛林。Hey, how are you? Good, good, good. Hang on. Oh, I'm waiting. Michel. Yeah, that works. Craig. Michel. Michel, okay. Nice to meet you. Hello, nice to meet you. Yes. Perfect. Yes.漂流之前先喝点东西，吃点，喝点咖啡。好像是兽龙的，好傻傻的，头盔和那个装备，然后看一下，后背的是那个漂流艇。Hello guys， 感觉好像是看电影一样啊，露天救场，激情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哇，期待满满啊！山路不济了，估计快到了。路边还有他们最原始的房屋。Hello。OK。我们到了漂流点了。下河了。来来来，尼罗河。下水了。适应漂流的感觉后，淌过静静的河水，我们向白尼罗河最著名的四级漂流点进发。哎，这里不漂太可惜了，很刺激的。我身后是维多利亚尼罗河，很湍急的水啊。
这就是非洲尼罗河源头白尼罗河的著名漂流点，到了乌干达，所有勇敢者最想体验的项目，血脉喷张，可以让自己得到完全的释放。尼罗河的漂流船上吃午餐，饼干配菠萝。漂流释放完自己后，我又得继续骑行，驰骋在非洲的原始大地上，继续环球骑行的征程。